漂、融漂、沪漂，你是否也在他乡打拼？当希望和绝望共存，眼泪和梦想共生，你会怎么选择？异地打拼十二年，他用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人在他乡究竟要多努力。了不起的时代，了不起的分享，有请分享嘉宾谢毅。大家好，我叫谢毅，来自北京。今天我分享的话题是人在他乡打拼要有多努力。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北漂，还有沪漂、融漂等等，我们把离开家乡选择异乡在外地打拼的人都叫做漂。那么你漂过吗？你曾经想过漂吗？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一个漂了十二年的老北漂了。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经历。2009年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我，揣着1000块钱留在了北京，住过地下室，在街上发过传单，被骗过，被房东赶过，这些估计大家从别人的故事里边都听说过，貌似这已经成了北漂们的标配。今天呢，我就想说点不一样的。我们都知道房租在北京是最大的一笔开销，随随便便租一个次卧在五环以内一个月就要2500块钱左右，好一点的就要3000到4000，这就占到了一个上班族月工资的30%。在北京国贸往东1公里不到，有个大望桥，桥的东北角是年营业额10几亿的亚洲电网，那里每天都能看到拎着各种名牌包装袋排着队买奢侈品的人。而在桥的这一端，每天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的11点之间也是排起了长龙。这些人可不是买包，他们是要回家，回一个离北京市中心30公里叫燕郊的地方。首先他们要排半个小时以上的队才能挤上公交，其实在公交上你是不需要走的，你是被抬上去的，全程被抬回燕郊，第二天早上再被抬回北京。每天这样一来一回，上班通勤需要3到4个小时，所以我们每天必须要早上5点钟就起来排队坐公交，赶在早高峰之前进京。据统计，这样工作在北京、住在河北、每天往返于两地的北漂将近30万人。那如果实在忍受不了这么大的通勤成本，又不想花那么大一笔开销在市区租房子，怎么办呢？我从某种渠道上看到了一个词叫拼床。什么叫拼床？可不是把两张床拼在一起，而是两个人拼睡在同一张床。我是学表演的，好在我从来没有幻想过有一天我能够成为大明星。刚来北京那会儿，其实我只想吃饱了不饿，我想当个演员，就仅此而已。可这仅此而已，我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。我记得来北京的第一年冬天特别冷，可我没有钱买羽绒服，我就把我所有的 T 恤、卫衣、棉衣全部一层一层的套在我的身上，然后去剧组里边跑剧组递简历。后来我终于得到了第一次拍戏的机会，还是一个群众演员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剧组在怀柔影视基地要求我们演员自行前往，为了能够省下3块钱的车钱，我坐了足足2个多小时的公交。到了现场，服装组从车上抬下一麻袋的破鞋子，直接倒在了地上，让我们自己挑，不用管合不合脚，只要能穿上就行。冬天就在没有暖气的棚里边，我足足跪了15个小时，晚饭是一份已经凉透了的盒饭。吃饭的时候我问同剧组的演员们，平时拍戏多不多呀，住哪里呀？得到的答案是有人睡在街上或者是地下通道，而我们那天拿到了80块钱的片酬。可是戏不是天天都有的呀，剧组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去跑的，可是我要吃饭呀，我要解决温饱呀，我只能放低自己做演员的姿态，去剧组里做场工，去密室里扮 NPC， 去剧场里检票，去庙会里揽客，这都只为了能够吃上饭。只要在他乡打拼，情况都差不多。有人说在深圳你连走路都要变快，你要是停下来看看风景，就有人分分钟超过你，无论你下班有多晚，都有人比你更晚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也不一定在这个城市
能够留下来。刚来北京那会儿，我们是四个同学合租，我跟大学室友拼在了一张床上。拼了两年之后，有一天他跟我说，谢毅，我要回老家了，回去过一眼能够望到头的日子。我说，既然想好了就回去吧，最起码回老家后没有房租的压力，生活成本也不会这么高。他反问我，那你呢？是回去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，还是留下来过这一直没头的日子呢？我说，兴许我再努努力，这苦日子就到头了。现在看来，当初一起闯北京的同学们，也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。很多朋友都选择离开了北京，回老家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。我们有个群叫向日葵家族，是在工作中一起认识的一些小伙伴。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？是说我们要一起向着阳光，一起向上，一直抬着头。可这个群从当初的27个人慢慢变成了7个人，现在就只剩下3个人。记得上次我们在呼到珍重的时候，有人说，你们都走吧，留我们3个在北京给你们守住大本营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一个人开玩笑说，要不咱也回去得了。我说，回哪儿？还回得去吗？是啊，回哪儿？还回得去吗？过去的十几年，我其实无数次想过要离开，可是每次要放弃的时候，我都在反复地问自己，当初可是不留后路的选择来，又不顾后路的继续留，现在往哪儿回？回去之后，你可能会听到，怎么样，混不下去了吧？回来了吧？你看看，在外面那么多年，最后还是没留下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，别人的评头论足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重新开始，开始新的规划，适应新的生活节奏，开始新的人脉圈子，所有的困难都不重要。那么我在怕什么？我怕我放弃了我会后悔，后悔为什么当初不再咬一咬牙坚持一下，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再多努力一些，后悔自己选择了离开。我还看到了在这座城市，因为无数年轻人的奋斗而生机勃勃，也因为和他们并肩同行，与有荣焉。我们拼了命奔跑的样子，也许狼狈，却最美。很多朋友跟我说，你好拼哦。我总开玩笑地回他们，我不努力，我不拼，我背井离乡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交房租，还是吃外卖？北京太大了，没有人在乎你的压力和痛苦。你说北京冷吗？我说北京暖，因为北京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最公平的地方。没有人在乎你的父母是谁，没人看你有什么关系，你的努力和能力决定了你的价值，唯有埋头苦干才能昂首幸福。这里有1000个你不得不努力的理由，连上海的迎宾小哥哥都会3门外语。2013年，因为一个机会，我上了一档演讲类的节目，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一下下。但就是这一下下，让我在北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不用再为温饱发愁，有了固定的住所，也有了那么一点点的积蓄。就是这一下下，让我感受到了那么多年吃过的苦都是值得的，也终于让我看到了我一直想要的希望。当初我站在舞台上面对镜头说，我不喜欢飘这个字，因为我们不是飘着的，我们是义无反顾闯进来的，我们在这里是拼过来的，我们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身后的这座城市。可今天我依旧不喜欢飘这个字，我们不是飘着的，我们是用努力扎根在这里的。如果你问我苦吗，累吗，我一定会说很苦很累，但很值得。我们始终坚持，始终相信，相信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，或大或小，或早或迟，努力付出的现在一定会有水到渠成的未来。在这里，我想对依旧在他乡打拼的年轻朋友说，乾坤未定，你我
皆是黑马。了不起的时代，了不起的分享，我是分享嘉宾谢毅，谢谢大家。在异乡打拼，你不可能靠一分努力就平步青云，但如果你花12分的努力，就会有更公平的机会。昨天你流的汗会换来财富，今天你吃的苦也会变成礼物。